腾讯体育9月29日讯，北京时间9月30日零时， 2018-19 赛季意甲第七轮，尤文图斯坐镇阿联竞技场对阵那不勒斯，莫腾斯为那不勒斯首开纪录，满足基奇梅开二度， C 罗两次送出助攻并且劲射击中门柱，博努奇锦上添花，马里奥·鲁伊染红离场，尤文主帅圣诞安切落地，他冠军太多，向球员借几块金牌也抵不上 GIFC 罗禁区上单后卫加跳舞单车表演，对手越强他越放松，尤文目前依旧保持全胜。比赛亮点精彩回顾，第六分钟泽林斯基禁区弧左脚抽射击中门柱，第九分钟 C 罗禁区前与皮亚尼奇二过一配合后右脚劲射到斯皮纳分身缝出，第十分钟博努奇传球失误，阿兰中场断球直塞，恰列红禁区右肋无私横传，莫腾斯轻松推入空门1-0。第14分钟库利巴利头球解围不远， C 罗禁区前右脚劲射被奥斯皮纳没收，第15分钟基耶利尼断球后禁区前左脚抽射被奥斯皮纳没收，第24分钟马里奥鲁伊踩踏皮亚尼奇被黄牌警告，第26分钟C 罗左路盘过膝砸入后横传，曼朱基奇小禁区头球冲顶破门1-1。第28分钟阿兰撞倒 C 罗主罚禁区左侧顶角外任一球左脚劲射被奥斯皮纳门线封出，吉耶利尼皮亚尼奇连续两次补射都被挡出，随即埃姆雷沾禁区左肋左脚扫射高出。第40分钟尤文快速反击，库利巴利撞倒 C 罗被黄牌警告，第43分钟马里奥鲁伊左路内切右脚劲射高出，第44分钟凯塞洛右路横传迪巴拉禁区弧左脚扫射偏出，第49分钟 C 罗禁区前右脚劲射击中门柱，曼朱基奇小禁区轻松推入空门2-1。第52分钟库利巴利禁区前左脚低射偏出，第55分钟西萨伊拉扯桑德罗被黄牌警告，第57分钟莫腾斯禁区左肋吊射被什琴斯尼没收，第58分钟马里奥鲁伊踩踏迪巴拉主裁判出示第二张黄牌，西萨伊染红离场，双方球员发生冲突，博努奇因心念双双被黄牌警告，第69分钟坎塞洛撞倒库利巴利被黄牌警告，第72分钟卡列红禁区中路左脚低射被什琴斯尼射柄分出，第75分钟 C 罗左路横传皮亚尼奇禁区弧劲射高出，皮亚尼奇主罚右侧角球 C 罗头球冲顶，博努奇小禁区左肋补射破门3-1。第78分钟禁区左肋无人盯防的 C 罗右脚挑射被及时出击的奥斯皮纳封出，第91分钟贝尔纳代斯基左侧斜传 C 罗禁区中路头球冲顶高出，技术统计尤文全场控球率达到 51%， 17次射门9次射正打入3球，那不勒斯14次射门4次射正打入1球， C 罗8次射门5次射正位居全场之首，曼朱基奇2次射门打入2球，莫腾斯2次射门打入1球，博努奇唯一一次射门就破门。出场阵容尤文图斯4-3-2-1，门将一什琴斯尼后卫12桑德罗3吉耶利尼19博努奇20坎塞洛中场4马图伊迪皮亚尼奇23埃姆雷詹62分钟30本坦库尔出1林迪巴拉64分钟33贝尔纳代斯基7 C 罗前锋17曼朱基奇那不勒斯4到4 2门将23奥斯皮纳后卫23西萨伊33埃尔比奥尔26库利巴利6马里奥鲁伊中场7恰列红5阿拉17哈姆西克69分钟8法比安20泽林斯基61分钟2马尔库特前锋24耶西涅4莫腾斯61分钟99米利克，助裁判班蒂奥拜尔。